昨天晚上我媳妇儿在家做了一桌子美食啊，我昨天想拍个段子来了都，做了一桌子美食。哎，昨天的态度，昨天的态度老铁可好了，今天中午态度就差了。昨天那一回来，老铁们，打电话我还没快，我昨天从莫斯科干过来的，老铁们，我还没到家呢。我媳妇说：“老公，你快到家之前，你告诉我啊。”哎呀，那心里边可暖和了。完了之后，他说快进小区的时候告诉我，我说行。这一进小区，我家媳妇儿，我媳妇儿，还有小老二，就在我家那个门口，就在门口等着呢。崔薇做美容了，老铁，别给你们吓着了。纯纯素颜，完了之后这脖子，你看被那个他这抹的麻药打的脖子，老铁们，还有脸，但是全是给打成这个样了。还行，就是脖子。就是脸上还有脖子打的麻药给整的，为了年轻还是为了美啊？为了皮肤好点。啊，为了皮肤好点。你看看你的孩子。你看看一会儿那个袜子，丽娜，我揍你不？啊，小兰。我都爸爸不行了，我那给你不？今天晚上你跟我睡了，不能跟妈妈睡了啊。你哎，你说崔姐，咱俩在搁这聊天说话，这后边邻居能听着吗？对。走，咱去看看小区里边吃烧烤的，咱就要一根烧烤吃。妈说的，他们就是听不懂，老公。啊，能听到，但是听不懂。